还给我！这是我最喜欢的小风车。今天是力气大，风车就归谁。还给我！我就要。吵什么？不就是个风车吗？一禅，乌冬比你小，你得让着他。可是这是师傅你送我的。乖，一禅听话，回头我再给你买。那我不要了。就快抽完了。看会儿远处，让眼睛休息一下吧。不好好抄经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。师傅，我抄经的时候你怎么看不见？胡说，每次我一进来就看到你在玩，是不是嫌抄的少？赶紧给我抄去。哦。一禅，上课不好好听，干嘛呢？石头扔我，他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呀？别人他也要欺负的。那别人怎么没告诉过我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自己难道没错吗？给我去后面罚站。给我去后面罚站。后面罚站。后面罚站。一禅，去把碗给洗了。啊，师傅。我今天上了一天课，还有好多作业没写呢，好累呀。你小小年纪累什么呀？我一天到晚给人讲经，我还没嫌累呢。你呀，已经很幸福了。我像你这么大，不光要念经，还得上山砍柴呢。可是师傅，吴东一放学回来就能玩了。你怎么不跟第一名比呀？少废话，快去把碗洗了。哦。你看这个孩子好懂事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害怕、沉默、妥协呢？抖音。